为您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我的侄儿秦尚成，这些都是我特意安排，只为博得您一乐。端木祖上传下来一个规矩，过门女子婚前必须和准新郎到天池阁去共沐天池圣水，正官更衣，接受列祖列宗的祝福和洗礼。霍小姐，我虽然是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，但还是先别这样吧。你愿意做我的这道阳光吗？他不愿意。秦兄，你果然是不死心啊！借来的光终究不会长久，有时候一瞬间就是永恒。那只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。怎么是你华容呢？世子，我们都上当了。你的意思是我们今天有幸能够一睹盛景了？不是一睹盛景，而是成为盛景。看看老夫这个房间啊，又宽敞又明亮，咱们爷儿俩今天晚上同住一屋啊。成儿，这大半夜的怎么还不歇息啊？梦游，你们今天就在这里完成跪拜敬茶，正式结为夫妻，也算对蓉儿母亲有一个交代。哎呀，所以明天就先不回花容岛了，我们一起出发去圣盟大会。我答应你，回到花容岛之后我就哪儿都不去了。在哪儿啊？你们大达，连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海上夜叉赤红女侠你都不认识啊？多谢赤红女侠救命之恩。你是谁？叫什么？家住哪里？如果让这女人知道我是秦尚城的妻子，一定不会放过我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赤红的好妹妹，我们义结金兰，结伴同行。即日起，我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姐妹之间除了男人，什么都可以分享。对，姐姐说的都对。秦尚城，你忘了我们三年前的约定了吗？只要我可以打过你，你就做我的男人。我没有空陪你玩，而且你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在这盟主选拔过程中，白鸽姑娘，你需要贴身伴我左右。别得寸进尺。好，那这个贴身可免，伴我左右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不过分。我会搬来圣心客栈。好，钱大友啊，帮白鸽姑娘在我房间隔壁开一间房间。隔壁。好嘞，好的，干。